听力，就是你光读平面课本是做不到的事情，就是对提升英文能力很重要。那你读多久了？要花多久的时间去看那一个频道？都可以，就是它可以切掉，然后再继续视讯随行看。是你自己花多少时间在上面？大概每天大概半小时。多长时间？就是几乎每天，然后大概半小时。一年、两年？半年，半年，半年，半年。所以是考前半年，觉得说英文程度，最后冲刺。对，主要看什么样的类型？啊？什么类型？彭彭会杂志，彭彭会杂志，或者是空中语教室，那个系列。你这第一志愿是说要填台大会计系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想要读台大会计？也不是哎，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参加一个，就是偶然参加一个台北大学会计。对，然后我之前都认为说会计就很像是排排账目，然后按按计算机这样子而已。对，然后就是那种会计小姐在做的事情。就后来发现参加这个营队我非常不错，就是其实会计研究的是很深入的商业之间的互动的关系，你要怎么去记录交易行为，然后这个交易行为会成为日后公司或组织的决策。